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这个恋爱公寓啊，这个手机游戏，然后我们随便再做一个任务，然后这个好感度就直接完成了，现在还差一个啊，我直接看场电影就爆棚了。那我们等这个任务完成，大家就继续可以看一下女主和女主互动有什么新鲜事情啊。这个后期你只要买电影票啊，买公园票啊，这些就好了。前面那任务十几的好感度确实太低了，这些后面160啊，谁电电就很高。啊，现在进入了19阶段，看一下邻居在忙什么，什么时候去搞定哈、啊？我们去 KTV 吧。好啊，这个稍等一下，我准备出发。要装扮吗？这个是不是要在 KTV 里面唱歌啊？哥哥，你来唱歌吧。没声音啊。好吧，那我先来。爱唱什么歌？这 KTV 就他们两个人啊。站那么高，看来不错哈，就这个慢动作啊。怎么老到人家那个地方呢？这就不是他唱的了，那边是唱歌的了。就完了，就这么完了。看短信啊，我们随便玩。妹妹，你今天唱的真好听啊！电话，现在属于热恋期了。Good evening， 这是晚上好吗？啊，小妹，我知道。好久没像今天这样听你玩个尽兴，看有没有今天带你装逼单的会。加一，不正经，不正经，再这样小心人家不理你。别生气，我知道错了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啊，我才不会生气呢，两个字音换不了，然后呢？那当然要选择这个加三，看见没？选的没错哈，没事啦，你不用紧张了，我就是吓唬一下你，改天再聊，就这么完了啊。我们看朋友圈，公园和你在昨天啊，邻居陪我散步，本来人家兴高采烈的，你都做的是面包渣跳在一起的，第一人洗衣服，洗洗衣服，我们看一下，随便发一个。啊，加一，短信回了没？好听吧，这也算我的一项特长。还拖鞋子跳了沙发上，滋滋滋。我们选长的，扣花，就知道，那选这个肯定不对啊。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看一场电影啊。看了电影160，加上你来再看逛个公园，差不多了。
就可以直接搞2天了，就搞定了。前段时间都是2、3天才能搞一个阶段啊。那我们要回去看一下短信。秒回，不要这么拖拉。那我不是看得很开心了吗？这个不喜欢我那个样子吗？喜欢啦，当然喜欢了。喂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做自己的。看到你欢心就好，那个啊，快回。这个最好了，我去洗衣服了，就完了。然后我们再逛公园，我逛了，今天逛了。这个唱歌，KTV 门票，KTV 门票多少钱？会不会？我操，比电影票还贵啊！但好感度没有电影票多呀。买2张够了。反正 KTV 完成一下，基本就可以搞定，直接去了20级的。不过这个花钱花的确实太多了，这一个比你这么贵，就爆表了啊！那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这一阶段要我们干什么。哎，直接到他房间里面去了。哥哥，听说你快要去打针了，可是我不知道附近哪有好的宠物医院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，带他去打呀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我的，谢谢。妞妞，谁说不会拒绝？这个裙带又掉下来了。又来一个特写，我去，这20天什么都没看到啊，就这样子啊，太坑了啊。Hello，大哥哥。大哥哥，丫头你怎么突然这么礼貌了？Hello，小妹妹。哎呀，锦衣呀，在哪哎呦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嘛。那我是真的好好爱你这个小朋友。哎呀，又锦衣，哪选错啊？切，你才是小朋友，我是大朋友。好了好了，我是小朋友，大朋友不许欺负我，等会。总算加一了啊！我哪敢欺负你？还需关要键你时吗？刻还是需要你呢。谢谢，都是小事。一言为定，我处理点事情，晚点聊，拜拜。这怎么玩了啊？朋友圈再看一下，今天终于有点想我在 KTV 唱歌，感觉自己好疯狂，我们第一个人喝的啤酒。两个人在 KTV，一个人唱歌，这可能？短信看一下啊。妞妞还好吗？快点回！今天来了，他也不怎么好呢，因为好像今天打针了，在跟我犟脾气。他说口口水只能来，这对我的错加分啊！我看一下外面还有什么。顺便把这个唱歌的带住了吧，反正 KTV 票都买了啊，3、400好像很贵，还是电影票合算啊？电影票的好感度就高一点，然后密度高一点。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去游泳池了，是吧？比游泳池应该更贵啊。还没回我们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往的视频，过期过完了，然后那个冰淇淋就以往的又要100金币啊，把它全买了。就是他们闹冷战的时候啊。发现英雄救美肉，
就和好了。小姑娘，哎，啊，小姑娘，哎，我靠，怎么有人推我？啊，什么谁呀？啊，什么谁呀？哎，你，哎，你他妈是谁呀？啊，他妈不找死吗？我操！操他妈，揍他！啊，救命啊！这个这么短就要100，好坑啊！然后看后面的，后面的，他在那随便标的啊。本来就没打完，就有打完这里听众的毛病。这个多说他好话是吧？多亏这个平时对我们俩的照顾，我自己肯定应付不过了。那俩因为只是个妞妞，以后这种时候你可要多学习他。会的，这回聊就这么完了啊！那视频就这么结束了。好吧，那今天先录不到这里了，我们过两天多存点吧，多存点钱买电影票，买这个票，这个票太贵了。这个电影票才250，它这个就要400，游泳票要300，公园门票100。买的话，公园门票才70的好感度，如果加上220，没计算吧。两张的话就是200就140啊。就是公园和电影票还是比较合算一些，电影票是250是吧？电影票250。100就有140，这个250、160，你多花50，但是它一次性作为是吧？反正就公园门票和电影票这样子合算一点。这 PPTV 确实有点贵啊，400还那个，还那么好一点啊。